大家好，我是阿米，我又来了，今天又来做一个稀奇百怪的菜，锤子金汤虾皮儿，开干！准备锤子一把，虾子一斤，等一会儿一锤就变成了锤子虾皮儿啊！先清洗哈小猪。先去头，头保留哈，不去，再去除虾线，背部下刀，别切断，就保留这个形状，等会儿一锤就变成肉片了。菜板撒上淀粉，放上虾仁儿，轻轻敲打，轻轻的锤，这样就变成一块非常大的虾片了哈。切点姜蒜火火，再切点一三椒，增加风味，再剁碎。再切点青红椒圈圈，做点缀之用。再准备把金针菇做垫底配菜。阿公，点火了，要再开干。先烧一锅水，水开了后馅儿冒冒烟，下入金针菇焯熟，煮熟以后捞出垫底。再下入料酒，把虾片划锅，烫30秒就可以了，捞出备用。这个颜色非常漂亮哈，晶莹剔透的。再烧油，撸成油碗下入虾头，先下出虾油哈，入香。再下入黄灯笼椒酱。一三加姜蒜米，锅边淋入料酒去腥，再加入清水，水开后熬5分钟，再捞出虾头，全部打入的表，再下入虾片，再放一点冒冒烟，几斤烧去，30秒就可以了，要得了，起锅。再淋上一层白白的黑芝麻，青红花椒点缀，最后9成油温淋油，再点缀葱花一把，这样一份老少皆宜的锤子金汤虾皮儿送给大家。就这个锤子金汤虾皮儿，我厚积点皮问你们要个小红心，你们会给吗 ？Thank you。来哟，我吃。要得，黑干。你看这个没吃过。你看晶莹剔透的，你看没看到？看着舒服啊，哦哟，而且这个虾油啊衬托的这个味道更香了哈。当然在虾油的时候已经是忍不住喷口水了。对，好，行。这个口感很棒啊，非常爽滑的口感哈。虾皮还挺多哦，老实讲，我觉得这个比猪肉脆的好吃。而且比较牛肉脆皮好吃，这个自身带来个口腔感觉啊，大口吃咬啊，菠萝要是片成片，估计也就值那么多块啊。花那种带着也是口腔啊。这个吃一好多虾子脆性多。你过虾子吗？嗯。你过虾子就片了吗？好多过家虾子。我看。今天选择大点的虾子哈，要用活虾子我就吃不成啊，活虾子，活虾子怎么回事？来哦，切一个，哎呦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。如果喜欢，给我喜欢，放上最新观众们，我是阿米，老公，我们明天见，拜了拜。